行嘞，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今天这节课是在讲正确的台湾历史。咱台湾历史吼，故在人下，啊，乌白甲你做吼，啊，所以趁这个时阵哦，民政府在办这吼，咱来甲讲较正确的吼。啊，若甲你的思想哦。过去的思想有无同的所在吼？你感觉讲，安尼有疑问，你做你举手起來，吼、哦，因为即寡历史书吼、哦，我是为荷兰时代1624年研究，吼、哦，研究为1624年研究个，日本导航1895年，吼、哦，啊，写几啊本子，第遐有第出售。咱即摆这是讲。正确的台湾历史，吼、哦，加两张图，即挂有彩色，即挂彩色较大淡薄，但是白白也阁是占2/3。这个物件是1683年，什么叫1683年？都、就是西隆来占台湾迄年啦，1683年啦。啊，占台湾伊是占什么所在？是占这个有色彩的这个所在来，因为那占这挂所在，这是有田有园，哦，有开发的土地18000家，西隆加7500家，第六第下落去了，哦，啊，剩的将军一人分1000家、2000家，所以台湾的进入另外一个农民的艰苦期，啊，这个白色的所在哦，哦这白色的所在是安怎？迄毋是完整的土地。举一个例讲，台北有一个所在叫做石牌啊，什么意思？有一个所在叫做高顶，就是迄个番仔吼，原住民吼、哦、要出来出草吼、哦，哎呀，遐一个高顶，遐个就弄个啊，石牌这是为盖山，吼、哦，这就是讲。也阁一项证明，就是讲，满清的人头壳拢爱剃迄落满清头。你知影满清头是老头上尾溜啊？你看倒一个，这个原住民有老头上尾溜，大家拢嘛无，大家拢家己要留什么就留什么。所以汉人去互人奴化，去互奴隶去，哦，拢留一个头上尾溜。这个头上尾溜，到日本时代要给加长哦，开20年才加会长。因为那你黏着安尼就真爽啊嘞吼，做奴隶做个足爽快。好、哦，这是1683年的土地，这个吼、哦、是1812年给这块卡马兰，卡马兰是。现在就是说宜兰啦，因为宜兰才有一个卡马兰族，所以这块土地叫做卡马兰。那叫做卡马兰，这个五山有计划来开发这个宜兰这个所在，开发好势了后，一世纪原因在那继续落去做，就做好报表，这块田为多到多位属姓张的，啊，迄、那个属姓李的，啊，迄、那个姓王的，安尼分啊真清楚，清清楚楚。哦，第1810年，把这个表吼提好，做巡抚啦，福建巡抚，台湾是属福建管的，和巡抚大人。啊，巡抚吼。你安拢做好势好势，我变怎外国？因的外国方法就是讲，你去开发一块土地，开发好势了后，你要登记你的名，不行，迄阮小弟的名，吼、哦，还是迄个阮亲戚的，啊，都甲你剥削一遍。啊，即话即拢做好吼，所以等2年的时间，果不离三章，大家看卖人收罪吼。
看嘛，咱这个所在受罪万千个国土，所以你爱大家拢爱知啊。满清投降日本的时阵，甲台湾割予日本的时阵哦，也阁有三分之二的所在，唔是满清的土地，哦，这是爱甲各位交代者。好，啊，即马讲捡骨，大家有伫有人伫捡骨无？厝诶有捡骨无？有捡骨的举手者哦。大部分拢有啦，安那着捡骨，啊，土葬着，啊，土葬倒个挖起，啊，着捡捡等于长山着，我甲你讲，个捡骨的由来啦吼，对咱家己的未来嘛是真重要，咱的骨头是不是爱互捡一遍？全世界。无人伫捡骨，中国人嘛无伫捡骨，啊，那台湾人爱捡骨，啊，我甲你讲，确实的原因，就是满清来统治台湾了后，去到台南永康乡、永康乡田寮、周仔口遐有两个墓。这个就是田成功的墓，这个是田经的墓。哦，爱看这两个墓，哎，嘿，这不行嘞。这个哦，这个不，你以后哦，这个反清复明哦，可能个靠这两支骨头的爱创，所以因设计的方法，都给你骨起来，美其名，给用个真水的名讲哦。这因是泉州人，爱登去泉州台，哦，所以个扣骨安尼叫做扣骨。啊，同时呢，也够一百多门。明朝末年，明朝的大臣的墓吼，啊，拢挖挖起来，啊，骨头拢个扣扣起来，吼，啊啊，哎，啊，台湾人看我，哦，你那安尼，哦，这叫做扣骨，安尼叫做有效。好、哦，哎呦，别个好的无学，歹的学去。啊，请问啊，你的骨头呢？虽然讲土葬带落去了，啊，人家咧捡骨啊，拍无两三支啊，要安怎？那就加减加一缕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捡骨，这个是咱受着殖民统治下的一个物件，这个是不应该，哦，这个爱解读。但是不要讲的无吼，田成功是台台南，吼、哦、啊1681年田经也是第一个兵，吼、哦、叫做武王，一个文王，一个武王，吼、哦、田经是文王啦，啊这田成功是武王，后来洪门天地会将田成功奉为武宗。这个神算都爱讲洪门天地会，我伫细汉的时讲，哦，迄洪门做派，哦，迄种外省帮挂，讲迄种外省人，其实唔对，洪门是为台湾开发出去的，为陈英华开发出去的，这个爱有一个真有思想的、真高瞻的人，会向去做组织的人去开发。啊，那就创这个洪门，哦，因为满清在1644年，王国无人口无到600,000，啊，兵啊嘛得200,000，那你啊就入个北京来，啊，汉民族的人口是伊的100倍，汉民族的人口有够世纪咩？6,000,000人。哦，啊，那加无加税金，差不多1亿。啊，你干来600,000人，就来统治汉民族268年，所以这个汉民族破病病真重，和少数的民族来统治，少数个1%，
啊个通知268年实在有够空，即个奈空空空空，原因哦，会解说有问题无？啊，原因基本上就是甲孔孟思想有关啦，吼、哦，聊聊会解说吼。哦阮人一关入来台湾了后，都爱甲郑成功的爸仔囝的啊个史籍彻底破坏。你庙嘛袂使去，啥物人拢袂使做。啊，人讲诶、欸，台北有一个检探咧，讲郑成功的检查差个呀咧。吼、哦，啊，还佫有英国招是啥物？郑成功安尼弄一下，迄、那个炮弹去甲英国拍落来哦。吼、哦，吼、哦，拢有郑成功的遗迹啦。但是迄拢是后壁的人做传说啦，吼、哦，附会无迄个属性，吼、哦。1699年，过17年了，伊无爱甲即个郑成功的爸仔囝的无囥喺台湾，吼、哦，伊全吼、哦、下令，甲伊的无骨出离开台湾。这就是这个迁墓、哦、这是对台湾的一种无形中教育、啊、教育到今天我们还没觉醒，因为我们自己的历史没自己写，全部都是外来人给我们写，还在捡骨、哦、实在、啊、人都已经死了、啊、就给他带头就安怎就好了、啊、你就再插一遍佮我学起来，请个，安咁对，唔对嘛？你个骨头要叫人安擦，佮你擦几遍了无？哦，但是即摆是用个黑烧的啦，哦，佮无共款。台南永康有一座李王庙。这李王庙是这李王庙吼，这李王庙就是讲，那有什么李王庙？那有什么大天父？天那就你大，啊，我嘛要来大，我大天父，那无必要嘛。这就是讲要纪念郑成功，吼、哦，的代志，所以有李王庙、大天父这款的代志发生。啊，即摆咱就讲哦。咱伫讲，咱即台湾话叫做葫芦话，啊，葫芦话是为倒来，吼、哦。咱讲何哈？为倒？为河北哦？唔是。为黄河落水。中原3000年前，中原上发展的所在就是黄河落水洛阳。迄、那个所在所讲的话，就是咱即马在讲的叫葫芦话。啊，这个葫芦人就是商朝的时阵的官话。啊，先转头来跟你讲，商以前的历史吼，拢是黑白讲的，因为有文字才叫做历史，历史是有文字记录才叫做历史。啊，无文字记录的叫做什么？书简述，吼、哦，亚述嘛会使啦。书简述，就是讲你也无历史是爱用记录起来，唔才叫做历史。啊，你无记录讲皇帝发明指南车，嘿，胡说八道。你头壳内底咱已经小白派去啊，吼、哦，什么有巢氏、睡猿氏，哇，迄种。迄拢是传说啦，尔啦，迄毋是历史。吼、哦，有历史就是讲有文字甲你记录。中国头一部历史，什么名？孔子做《春秋》啦。孔子生的多一年，纪元前2556年啦，吼、哦，556就是讲。你即马差不多2500多年前啦，哦，啊，2500多年前，伊迄阵才开始用个文字来记录历史，
所以历史国家追溯差不多3000年啊。哦，所以汉字有汉字，汉字的由来就是咱这葫芦话吼，为这个甲骨文来的。啊，甲骨文安怎来？甲骨文嘛，在清朝的时阵吼，一个有一个人吼，去迄个汉药店，汉药店就是讲有这个神骨啦，神的骨头，爱个剁剁的吼，啊做药啊吃。啊，结果伊看到迄骨头顶头有笋啦，有鱼魂啦，伊讲哎，小等一下，卖多卖多，你还佫有无？伊讲有啊，还佫真多啊，啊都去查查查，啊都安尼查出来讲啊，即个是一个文字。写在迄个兽骨的顶头，迄骨吼，骨的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尻川这个所在吼，大骨盘吼，这会使写字，会使刻字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字都安尼渐渐由这个字吼、哦、变化变做汉字，吼、哦，汉文就是安尼来的。汉文的记录有文字，有语言。就是葫芦话，哦，啊，安尼发展出来，咱发展这个葫芦话出来了后，但是这上林哦，上刷落个周建经《上林书》，所以上林哦，有高度的文化，伊全无带喺这个黄河洛水一带，全来个长江以南。迄个时阵叫长江，叫做海外啦。那过长江，迄种叫做海外，吼、哦，伊讲海外、海外20多国，啊，就是长江以南有20几国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包括讲台湾啦、啊，迄个时阵啊，算台湾啊再来，吼、哦，啊，海外20多国，所以大家海外，所以葫芦人，吼、哦，转吼、哦，迁移到江南各地。所以吼、哦，会散去，这个葫芦话会散去真侪省，吼、哦，散去真侪省。这个哦，散去真侪省吼，就是讲，潮州人，你去新加坡，伊在讲潮州话，你听有？迄个葫芦话嘛，啊，你讲伊嘛听有，啊，但是腔口无同。哦，大城浙江嘛。去撤退来的人，我拢嘛讲葫芦话，吼、哦。浙江人有讲浙江话，冇讲葫芦话，一个海南岛，海南岛唔是讲，即袂使讲哦，规个岛拢在讲葫芦话，唔是安尼，唔是即个意思。对，即接触，就那讲台湾。板桥这个所在在讲葫芦话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隔壁的，中河啦、永河啦，拢毋是在讲葫芦话，因为葫芦人对家己的文化真很骄傲，就对啦，无要甲你迄当地的人混合，啊，但是腔口会变，吼、哦，所以这个葫芦话吼，全留落来，留落来这个。江南哦，江苏、浙江、江西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岛，有7个所在。啊，不是每一个所在拢在讲葫芦话，但是遮一撮遐一撮，啊，在讲葫芦话。啊，海外去到新加坡、去到菲律宾，嘛在讲葫芦话，啊，这都有影。哦，这个咱都知。啊，即摆外国讲到怎啊？啊，北京话咧。北京话安怎来？啊，文静吼，我甲你讲过较早，北京城过去1000年，有5个朝代在遐做首都，辽、耶律阿保机，哦，金，南北宋的时阵。辽金元明清，哦，这5个朝代有4个朝代是武林啦，哦，干那一个朝代明是汉林啦，
五个朝代五年的时候，所以说五日就带进来、哦啊、五日的时候、哦、没参照我们台湾话、哦、有十五音、哦、所以他们的音只有五音而已，一二三四加上清音五音、哦、所以他们的话比较简单、哦、所以用过他们的话、哦、我们的学者说他们这种话叫做五汉语，五人说的汉语，咱台湾人说的话或者葫芦话叫做湘汉语，湘调的汉语、哦、所以湘汉语跟胡汉语，现在我再 提一个证明给你，康熙字典有五万字，咱现在在用的电脑的字有几多少字，大概一万字左右了，一万三千块，一万三千块，哇，你较高啊！啊，但是康熙有五万呢，啊，我字的都要创起，迄都是咱的真侪话吼，有话都有字啊，但是咱袂晓写字，咱唔捌字，咱唔捌台湾字，吼啊！即马自然有台湾的学者当地努力即挂代志。这是先说讲起来吼，单位吼，啊，台湾民族，什么叫做台湾民族？咱台湾人感觉中国民族、汉民族敢有区别？吼、哦，那根据林玛丽写的，林玛丽是迄个马街病院的迄个血液科的。诶，医生啦，哈，伊讲咱老无同款的血液，伊讲咱的血，葫芦人的血85%是皮包族，这点哦，我用个历史来甲你证明啦，哈，哦，但是我无法度讲85%，我是讲咱大部分咱拢皮包族，原因我讲给你听。汉人在这个长江，在这个中国生活了困苦，所以吼、哦、爱坐船，吼、哦、偷渡，袂使迄阵满清管台湾的时候，袂使予你移民来台湾，爱偷渡来台湾。啊，偷渡爱经过啊，就偷渡都爱坐水台船，哦，经过乌水沟，吼、哦、啊有一句俗语讲：十去六死。三楼一回头，十个经过乌水沟，六个死个乌水沟，哦，啊，四个到台湾了后，也阁一个住落袂爽快，阁转去，哦，所以来的人敢若大波，哦，啊，伊迄无要互你，无要互，啊，阁我看电视讲，荷兰人一船经过乌水沟都拢嘛无问题，无甲电话半只。啊，就是因为你坐水台船，哦，会去变革，哦，这是第二点。西隆来占台湾的时阵哦，伊知影康熙皇帝拄啊讲过一句话，伊讲台湾乃弹丸之地，康熙讲的哈、哦，得之无所加，去之无所损。康熙皇帝讲。台湾配太大，得到也无计什么，无嘛不要紧。康熙奈讲这番话，因为伊人口无到100%，占到100%以上的所在，欢喜就欢喜是啊，加提一个台湾要创啥？因为台湾真啰嗦咧，乘北风而来，乘南风而返，爱吹北风才有法度来。啊！爱吹南风到，我都等伊。一年才一个来回了尔，所以无通。哦，买伫台湾。啊，西隆想尽办法，和康熙皇帝讲：好啦，啊无，国父李三将，甲台湾甲收做国土啦。因为西隆7500甲地落地啊，油碎碎，你讲买伫啊，我有啰免免，即产州拢免收啊，吼、哦。所以他跟皇帝建议这样，
伊讲要去派去台湾的兵官，所有的人三年一任，三年一任，死之无九任，何以他们要多无故？这皇帝一听了，哎，对，对的都对，因为迄阵多好有三藩之乱，吼、哦，吴三桂去湖南做湖南王，十年了就翻清啊嘞，吼、哦，啊你这个三年，安尼好，这皇帝吼、哦，安尼这心动，第二个条件，不准西眷，袂使娶某仔囝来台湾，你要去派去台湾做官的，你袂使娶某仔囝。安尼袂使做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囥喺中国做我的邻居，所以安尼好啦，阿无占台湾啦。所以来台湾吼、哦，咱台湾看到即个长山官吼、哦，长山官因有一句俗语讲：三年官，两年满。什么叫做两年满？对，落地下地个摸，两年落地下都系地会摸，啊都好做未走啊。所以咱们台湾的通地乌白乱三通地一边，所以台湾咱有138片的抗清的活动，武力个对抗。哦，上严重的一边就是林松文起义。哦，啊，这我们流着不同的血液。咱吼，还佫一个证明，手有一寸无？恁会晓看袂？有啊，有啊，哈，还一寸吼，对无？吼，啊，小个变一个吼，哈，那有孙吼，那有孙吼，就是变不作啦。好，还有个几项，无紧，有诶无，还个几个吼，就是脚尾子。脚尾仔，脚尾仔无讲水水，安尼敢若有小可鼻损吼。这东西证明咱毋是汉族吼、哦，所以咱是台湾人，毋是中国人。但是咱的教育讲，我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个头壳小派去，戆戆做一个戆百姓，即做一个奴隶啦。我有下一本书，搁叫做《罗列》，印8000本，即马无半本。哦，但是去网络看吼，免钱，有在网络上写我的名，啊，都看会到。哦，努力。所以咱老的会，咱是台湾人，咱毋是汉人，咱是毋是中国人，这点肯定。哦，这他都有讲的，不准西眷，不准西眷的时候，迄阵哦，台湾有一句俗语，一个某看牙三先天工作，迄查某我有记得嘞，娶一个某看牙三先天工作，你遐拜天工作拜一仙都真多啊，你拜个三仙哦。我要娶一个某，看伊三先天工作，还佫一个问题。台湾的平埔族是母系社会，查某是家长，厝的财产是交予查某，毋是父系社会。啊，交予查某的时阵，啊，即摆好啦，啊，即摆啊，你即个罗汉卡为中国来，过来，花椒，哦，啊，生囡仔出来。生意拿出来，阿们都囡仔都叫啥物名都无要紧。但是若要叫姓，都无姓咧，并无做都无姓，都无文字咧。
要不安叫做姓啥？哦，姓陈啊，叫姓陈。哦，所以咱台湾有一个真特殊的所在。哦，这个完全有四姓，这个姓，恁这几个钟头拢姓这个姓，迄、那个钟头拢姓这个姓，所以有一句俗语叫做“六港死一半”，什么意思？六港死死的一半啦。蛇头小鬼争，蛇头吼、哦、姓萧的哦，萧万长对蛇头人叫小鬼争，鬼争拢起笑。啊你，这点台湾的社会都看会到的。本来这个姓的由来，各国无同款。汉民族的姓是因为你住的这个所在是陈国啊，所以叫做姓陈。是甜国，所以叫姓甜。啊，你叫做每一个人有名，那娘无事啦。啊，你为甜国来啊，甜某某。啊，你为陈国来陈某某。哦，啊，地名。哦，啊，这个西班牙人哦，去占南美洲哦，规定。一个达波吼，迄达波伊甲迄个当地达波拢杀害死，啊，就查某一大堆咧。规定一个白人达波爱娶六个某，啊，娶来要生个一大堆，生个一大堆，要要就变啦。这个囡仔吼，爱两个死。第一个死叫做 mother's last name。母姓，第二个姓是老爸姓，所以这看到名字怎个？啊，这个是原住民的，啊，这个是白种的，哦，啊，但是古来哦，无效益，这因为你第三代、第四代，大家拢嘛西班牙是，哦，我去南美洲，我去辅导遐个中小企业。啊，一个职员，啊，都80%，迄落，对当地土著的民。伊讲 ，I went home last month。伊讲，我上个月回家了。哦，你回家？我 Where is your home？ 你的家在哪里？伊讲 ，Spain。啥？即话小派个，迄话赶快，要做落来赶快。好，伊阿个想讲西班牙是伊个。也不过啦吼，跟咱台湾人同款，卖笑人，咱家己卖是家己犯同款的错误，吼，家己犯同款的错误，佫指责别人唔对，吼，这是怎样？吼，娶一个某看下三先提供之后，要佫一个解说。这个满清的官员贪污吼、哦，哎，迄、那个进口查某有钱通贪呢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满清的官员都唔来去多掠一寡查某来，啊，掠一寡查某吼，啊，就要开始卖，较紧卖去，都好啊，都钱赚的都走啊，你吼，啊卖的时阵，啊要安怎卖出去，这寡查某要安怎卖出去？当时给整个布袋来对，啊，不爱让你看面，你若看一面哦，就知讲啊，这个查某水歹，少年老哦，当顶顶，伊哦，温准你要出嫁的人哦，你要出嫁哦，会使手伸落去摸这个查某，啊，请问要摸多位？啊，摸出去啊，这个内行的。现在新式的都说蒙年了，蒙年了就没那么抓了，蒙嘴去，因为你要买牛，他不能说话，你要看嘴去，看嘴去就知道这只牛是少年牛还是老牛，啊，查某也同样，这嘴去后面要不要发的，叫做幼气的，槟榔西施都找那个幼气的，
所以人讲有去的，毋是无道理啦，迄有历史根据啦，吼、哦，是咱毋知影，就讲想讲，哎，因叫做有去的，其实有去的就讲少年查某的意思啦。这个晚清要甲电视王朝吼在作战吼，伊有一个平海五策，有人讲安尼，吼，讲电视讲在这个金门厦门安尼，配在那大个所在，那有法度遐久吼，所以吼，甲所有的船只拢甲烧印上，寸板不许下海，一寸板你都袂使甲落海。好、哦，所以尊龙效应上，啊，陈成功的老爸陈吉良，陈吉良哦，叫陈吉良哦，派陈吉良的囝来甲陈成功讲，来导航，啊，这个陈吉良就是哦，了别啊，大了别啊，因为伊是汉人，啊去投亲，结果呢，有一日，在一靠。直接砰做一封太太死，这就是廖伯亚的下场。你若无做廖伯亚，你若无封温阳的隔代的时候，你就用封太死安尼啊。好、哦，所以爱注意，即款一寡廖伯亚的时候，下场吼不会真好啦吼、哦。啊，祖先的坟墓给你掘骨嘞，好、哦。啊，甲台湾的兵吼、哦，台湾的兵真勇。把你拿去西伯利亚做检，把你拿去那个沙漠地区做检，那是要创什么？他叫你去做炮灰了。啊，现在说满人哦，满洲人入关啊，满洲人哦，1599年才开始封蒙古文，创作满人。1599年开始，才来创造文字，哦，迄都已经真慢啦，就对了。本来拢唔捌字的吼，哦，1599年，哦，刚才咱台湾哦，咱平埔族，因为这个有荷兰人来，所以咱1624年开始，咱了后到有这个新港文才造出来，啊，1599年。无法度，那无法度学汉文来创作文字，因为满洲甲中国之间有一个万里长城，这长城起起来了后，表面是伫防满人、匈奴、蒙古人入侵，啊，实际上哦，连文化拢断断去。语言啊，拢断断去，拢无法度交往，哦、所以满洲人都爱学蒙古文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干那45年，无足30万的军队就入驻中国，统治汉民族268年之久。这先说爱讲一个叫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Stockholm Syndrome， 什么叫 Stockholm Syndrome？ 这个名词哦，现在真流行了哈、哦。这是一种认同加害者的现代奴隶。哦，这个水查某、水姑娘是啥人呀？哈、啊，这个是。这先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。斯德哥尔摩是水电的首都的斯德哥尔摩。斯德哥尔摩哦，有一日一个银行发生抢案，啊抢案的时阵哦，强盗过来一个，啊警察就从外口包起来，安尼对视吼，甲警察对视5-6天，买就强盗这边输，啊叫抓去。啊！你去欢迎新破，欢迎都个一个要犯抓起来，吼、哦！啊，讲伊个罪状，
但是这个时候奇怪，哪有一个银行的小姐来保护这个强盗，替强盗讲好话，讲伊偌好拄偌好，啊要甲伊结婚，啊嘛甲伊订婚。嘿，这西方世界无法度通解说，你哪会去受害者？你哪会去帮衬加害者？这真深的学问，这无法度解说，所以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。啊，这个小姐哦，这是一个哦，隔当年在美国旧金山地区有一个赫斯特报系，哦，赫斯特报系的迄，那个当时长的孙女19岁去用绑票，哦，这个孙女这水果女啊。去用绑票，人要给他卡油$1,000,000，1971年、72年，啊，转好$1,000,000给你啊。哎，啊，但是查某囡仔无回来呢，伊对方阁要求$4,000,000，啊，谈判无好势，啊，就刷去啊。刷去的时阵吼，隔3个月，伫旧金山有一个银行有一个抢案。啊，迄，那个录影机哦，录影，录影，这个查某，这个小姐摕 AK-47 的枪，安来抢劫，伊全变做强盗之一啦。这、这生病嘛？咱台湾有这款人无？啥人？天龙。那咱台湾有一个吼，有一只熊啦，啊，有补偿哦。咱有三种熊啦吼，一种熊叫做无尾熊啦，啊，一个无补偿啦，还佫一只神经无正常，啊，这神经无正常的吼，因这个。因爸阿伯做法官，28的时候去予国民党为南港给杀死。啊，伊个法官是穿西装的吼，西装红白白去哦，啊来啥拜法去？啊 ，LP 去用挂起，他咧嘴的。啊，这吴伯雄的某去南港桥口找着。啊，这吴伯雄啊，伫挖国民党，所以这种的问题吼，就拢破病啊。伊破的病叫做 Stockholm Syndrome， 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症，哦，天龙症候群哦。啊，国希望讲啊。中国是一个打败仗，但是是一个战胜国。打败仗的战胜国来占台湾，你若打胜仗的战胜国来占台湾，咱台湾人袂遮艰苦，因为伊的水准较悬。啊，都是打败仗哦，乱七八糟都袂用减嘛，啊，无军纪啊，无虾米啊，来个台湾占台湾哦，啊，以战胜国自居，这叫做打败仗的战胜国。这个名词大家爱记的，哎，那个哦，中国打败仗的战胜国哦。蒋介石黄金方言，蒋介石哦，一看到陈仪哦，哇，去台湾那遐好吧，哦，印文票。哦，滴哩因，甲台湾的米买了了，糖啊买了了，盐哦，台湾拢变好散，也伊干那钞票滴哩因，嘿，伊想讲即招袂歹，就介就啊恶去，
第一上海印一个东西叫做金圆券，你们家的金子你如果没拿出来我就给你枪毙，一定要拿出来，我就去抢我一大堆黄金来，但是这一年外了，你就帮盘了，帮盘了他要把黄金，黄金要运去哪里，咱想看看，那个时候中国1949年中国沦陷，他这个黄金要运去哪里，咱想看看，想看会运去哪里，会运来台湾吗？中毒啊！迄那运来台湾才奇怪。我跟你讲，伊运去菲律宾，因为有一个船员讲，迄台船哦，舰长李玉玺、押货员蒋经国先去菲律宾，无来台湾。那999的那个黄金通通卸货下去，留一些什么人外地的呢？金盘、金碗、金杯，这些东西，要卖你，你要怎么卖？欠东也不行，你不知道多少，这个不是999的呢，只有999的，破壳一个都去了，所以黄金说运来台湾，这个是谎言，咱不要去相信。你想想看看，往个卡头乌想多好，台湾迄阵敢安全？哎，伊黄金要囥来台湾，我阁讲一个故事。杜鲁门讲。蒋介石全家都是贼，这句话有人听过无？安奈全家拢是贼，爱有道理啊！人杜鲁门讲的话爱有道理，这个、道理我讲给你听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这个日本来轰炸珍珠港了后。美国船对日本宣战，中国隔两天也去对日本宣战。宣战的时阵，这个宋美龄隔一段时间就来纽约，到华盛顿来国会演讲。你知影宋美龄是美国人呢，迄英语是一顶一顶的吼。讲哦，大家讲哦，你安尼退安尼啊？在那裡美國出生的美國人宋美齡你這些這樣好，我們準備美國政府看你們中國人這麼認真打拼10億美金給你先撥5億撥5億給宋美齡，宋美齡把這5億美金拿到全寄落去伊个银行，伊在中国，伊在美国一间银行叫做广东银行，就寄落去个，落去银行。这个去个银行了后，这银行用个官价汇率1:20，一块银美金等于20块，迄个国民党钱。全给回去重庆，你敢有贪污？敢那无咧吼？但是啊，你也知啊，欧期的汇率1:1600，你出无1%呢？你全家都是贼嘛，凶嘛？安尼马路有通无？有道理无？对啊，就全家都是贼嘛！伊遐也做贼，假借黄金敢袂做贼？我都唔信。
这个矮化台湾，台湾的母语的创伤，吼、哦，我像我今仔日，我都甲秘书长讲建议，咱的自卫队真好，我是真赞成，但是哦，有奴隶成分在内底，伊讲都对对对，我讲那会使讲立正，想要转，干部单位。所以咱的已经受到弱化教育真深，已经到我们的骨子里面、哦、所以咱要安怎来纠正、哦、会回来到咱的社会安得到、哦、所以这不是说马白人是奴隶，自己不是奴隶，其实自己也是很多奴隶的成分在里面，自己不知道、哦啊，秘书长讲，本来要讲日本话啦，所以又想到了，哦，啊，但是日本话未啥通咧，吼、哦，真侪人拢唔捌咧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所以，大家要找一个有叫做语言研究的台湾学者，吼、哦，来写一套这个话。哦，这招牌鱼台湾意思，这里就像意思。哇哦，我坐巴士，为台北车站到阮家，哎，永远无代志，都看招牌。哦，这叫做港式迄落，哎，什么餐厅哈、哦？啊，这里、个、香菜，这个。台南大米、哦啊、这是中华贡丸、哦啊、来算来算去、欸、我那年算、哦、那中国意识的、哦、十个台湾意识的六个，但是买酒阿扁做总统了、哦、这个东西有变化，台湾意识的十个，中国意识剩六个，明明抓落。所以同樣，我現在台北人在說，你如果要去餐廳吃的時候、哦、我這個是香菜館、啊、我就是台灣人，我跟我們就去吃香菜，我就要吃台菜，不知道對、哦啊、你自然這個心態裡面，你支持我們本土的人、哦、這是我要說的意思、哦、你無意中有意无意中去帮战着敌人，吼、哦，这是招牌。啊，咱也阁有真侪奴隶话语，咱商店的名啊，道路，什么中正路了，中山北路了，吼、哦，就这块拢吼，到尾就拢爱改来改去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一个咱的户籍制度唔对，台湾的户籍制度，在台湾出生的囡仔，唔是台湾人，因老爸呐，山东人，伊就是山东籍，而且其他咧，甲美国完全无共款。啊，去个这个囡仔大汉啦，去个山东，人叫伊带包，无人承认伊是山东人呐。因为你的生活习惯，你的价值判断，跟他们都差很远了。这就是户籍，用户籍制度来给你分化台湾人。哦，满清的时候，也是给你这样分化，给我们台湾人分化。分化做什么？族群械斗，族群盖刀。什么叫做族群械斗？最大的就是漳泉斗，漳州人跟泉州人擂台台闽客斗，葫芦人跟客人擂台台同县斗、哦、县级斗，就是这个嘉义县跟彰化县擂台台、哦、姓氏斗，姓李的是台系台的，
啊，个一个克克斗，客家人抬客家人，啊，啊个一个就是同业斗，平平拢是共共做迄个事业的吼，迄、就是第二人有一个迄、那个诶，鼓励公司吼、哦，就是咧搬运啊吼，啊擂台，啊那样你你要搞台，大家那边抬来抬去。迄都是政府刻意甲你安排，互你袂下，互你作滚袂下。哦，啊，安尼当好通知啊，伫完成个就通知。啊，即也共款，伊即用个用个户籍，哦，咱吼即个民族受人奴化，奴化汉民族。哦，甲儒家、甲统治者有啥物关系？哦，这就是今日爱来讲的迄个重点。统治者加儒学、加科举制度，等于什么？敢孔子讲歹人，绝对毋是歹人。孔子是一个有学问的人，但是乎。派人来运用，统治者来运用，就变作哎造精去啊！孔子的理论造精去啊！因为孔子安怎讲？孔子讲：“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。”一个人对恁老爸的尊敬，加你对恁。国君的尊敬同款，安尼有唔对无？安尼应该对嘛？你对恁老爸的尊敬，甲对你的迄个国君的尊敬同款，安尼对嘛？但是问题出来，你老爸有几个？一个。啊，你国君有几个？迄唔知啊咧，冇三个咧。啊，你甲三个，怎么遐在效忠三个？推啊，人推嘛。伊效忠三个军，啊，迄绝对是因老母将军，还是因阿姑将军。所以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即吼去予即个统治者来运用，啊，运用即个国加一个科举制度。科举制度是啥物件？科举制度讲，你若要做大官。你来参加考试，进京赶考。参加考试的时候，你若考掉，有秀才、举人、进士、状元等等，过去千多年，有十万人受到恩惠，科举制度的恩惠。伊的头壳在想啥？伊的头壳干哪？一项物件，一本书那样，这本书叫做《四书五经》，剩的通通不懂。我在写历史，荷兰人1624年来占台湾，因安怎讲？阮两个荷兰兵，还是两个英国兵，都用打败你中国兵50名。这什么比例啊？两名要赢你50名。给你25倍的速的力量，不是说两国在修建的时候差 10% 差 20% 这样在建差25倍，你要怎么跟人建？大家都会输。八国联军说这八国联军怎么这么大呢？其实都是20000人啦，到了天津派2000人去北京，北京来了走个皇帝走路，安尼这国都无去啊！2000名都给你解决，哦，这爱注意，这就是为什么汉民族来讨个孔古力，哦，奈西方世界奈进步，啊，西方世界进步，我读迄个宗教历史。讲到迄个东罗马帝国，东罗马帝国，这个国
一个朝代两千年，啊，但是真的也假，啊，中国人呢一百多年都换一个朝代，啊，那人来两千年一个朝代，因为一规定，要继承王位的人一定爱承认男主，爱承认，就是超过二十岁。啊，所以人安尼有法度人传两千来两千年一个王朝，东罗马帝国哦。所以这个统治者加儒学加上科举制度，这都是制作出来奴隶哦。啊，奴隶都爱阁靠一寡理论来甲你斗相共哦。哎，轮回啦，你人吼。哦死去吼，你一个再生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轮回吼，上重要的理论是为印度来。印度、哦，印度人是恶种的，应该是恶种的。啊，但是为北方有雅利安人、白种的人之类，啊，来个真少，啊，都跟印度人占了。啊，接到印度了，要安怎统治加一百倍、加三百倍的这黑人？吼、哦，啊，嘛要叫伊来做奴隶咧。所以一个人哦，分做四级：婆罗门，伊这叫做婆罗门教了。婆罗门、沙地利、首陀罗、吠舍，四级。咱用个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级、二级，一级是。和尚，第二级国王，吼、哦，说国王军队，这一级、二级拢共款啦。第三级平民，做生意的人。第四级奴隶，但是一、二、三级拢白人。第四级黑人，爱甲黑人讲哦，你乖乖做一个奴隶。后世人给你升一级，啊，这胡说八道嘛！对，后世人，我那想后世人给他升一级，啊，所以印度安尼规个咧国家吼，安尼三千年吼，拢受到这奴隶制度控制掉。蒙古人拍开印度，哎，哦，这款制度这么赞，嗯，英国，英国人拍开印度去，哎，哇，啊，这样的制度，这款人来做奴隶。啊，请问，啊，印度哪有法度独立？印度独立的原因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英国欠兵，为印度调200万青年去全世界各地去战争，去当炮灰啦，啊，无死的。随战术随个调度回来，你们在外口拉拉说回来，但是这挂有看过世面的人，人哪有奴隶，人大家拢平等，伊无咧甲你做奴隶啊。所以甘地这个时阵起来，他有法度印度，他有法度人革命才会成功。哦，当然印度是印度，但是这轮回制度真好用呢。哦、我若做通知者，我恁拢哦，恁后世人甲你升一级，吼、哦，啊，即款得乖乖做奴隶，啊，即款代志哦，有人在运用，吼、哦，这轮回因果，吼、哦，这所以做奴隶，吼、哦。那阵啊，台湾甲中国统一了，这真麻烦。台湾爱拄着中国吼，因为中国有产生真大的变化，伊有一胎制度，吼、哦，伊有我最近听到讲是一个温家宝是。有逗他因老爸特别起来，啊！即卖迄个博一波吼、哦，
打因老爸，摆骨断三支吼，啊，他得到什么好处？啊，波西来，啊，这就是一种哦错误的教育，啊，错误的教育一边两边给你教落去了，变做正确的教育，啊，变做大家讲啊，打老爸。啊！这老爸不知道要怎么创，这生个这个囝不知道要创起来，哦，啊，也个一胎化，这嘛是违反人性的。一胎化的时阵，一个婴啊，有一个老爸老母两个，有四个阿公兼阿妈，哦，啊，大家拢疼这个，要安怎？我生啊白白。哦，即所以用即种，甲中国人结婚哦，风险在遮，因的人性拢变，价值观变，哦，甲咱台湾人已经是无同款的人啊，无同款的民族，哦，完全无同款，哦，即大家爱注意。咱台湾人有反奴隶的传统。台湾民族英雄，在清荷兰时代的时候嫁怀孕，满清的时候朱一贵林松文地条村，日本时代有甘大师瓜剃虎林小鸟，日本人来台湾真奇葩，伊发现到吼，台湾人吼。跟中国人不一样，他去中国的时候，如果跟军方、哦、政府的力量消灭下去，刷到百姓都会通知了，但是来到台湾的时候，百姓没有通知、哦、跟他到七年了、啊、所以后藤新平、哦、后藤新平、哦、就去做一个调查，台湾古官调查，这本书我有看过。台湾的习惯调查，啊，调查的结果是安尼讲，讲台湾顶头有两种人，一种就是本土的台湾人，甲咱即马在讲 people of Taiwan， 哦，啊，另外一种人叫做啥？长山人 ，people on Taiwan。住喺台湾顶头的人，啊，长山人爱钱惊死，佮爱面水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句爱钱惊死，佮爱面水吼、哦，我最近定来听讲是讲，诶、欸，恁台湾人爱钱惊死，爱面水，其实是长山人爱钱惊死，佮爱面水啦。啊，佮举一个例，虾米叫做阿伯浪噶？阿伯浪讲就是安尼，日本人打到嘉义的时阵哦，这个台南军区司令哦，就是老英福，老英福无想讲要甲日本人战，专叫英国大使来台北解。甲日本首相，总督讲，讲哦，要甲你见的是台湾人啦，那阮长山人无要甲你见啦，吼、哦。伊讲你若要导航会使，你导航去爱去军区司令，当地的军区司令去遐甲求嘛，你爱甲求嘛，吼、哦，讲卖甲见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伊去军区司令，哦，军区司令对伊也无啥客气，来跪，哎。我都和你导航嘛，哎、欸，结果呢，这老英雄哦，啊，看不是谁啊，暗时化妆做阿伯啊，为安平港哦，安尼滚浪一个按照阿伯浪港，阿伯浪港都是安尼来，咱是台湾人在笑一个阿伯浪港，哦，啊，咱台湾人全跟日本人写。咱有七年的会见，哦，一个十四年的起义，哦，到尾就换做
文化协会吼，即款嘞，都二十几年了，那必须无武装吼。一九七零苏黎世刺蒋案，这都是丁祖才有，即回有来讲，有无？我拜一个啊，明仔载啊，地主仔吼，伊这是刺蒋案，伊甲黄文荣啊，两个有亲戚关系吼。即摆时间无讲介多啊，咱来讲世界上巧的台湾民族。台湾民族上世界上翘，敢有影？我去做统计，我2006年出版一本书叫做《罗勒》，啊，这本书的时候是采用2005年美国这个专利发行的这个专利的发行的数量来做比，来做一个统计数据。啊！伊是统计2004年，全美国拢总有80,000外件得到发明。美国人头一名，大概有80,000件；日本人第二名，16,000件；德国人第三名，9,000件；第四名台湾人4,000件，4,500件。啊！但是我的生活无同款。我讲哦，你用个人口数来读，美国平均300个人有一件，第一名；台湾人276个人有一件，第二名；啊，日本德国在咱后边。咱台湾人真巧呢。啊，那做哪讲？咱台湾是用个英语。早早即差一爬升，就差在超过。啊，咱来接客，咱来对家己有信心啦、啊。因为咱的民族是多元性，咱都太多就甲你算讲，我了这平埔族、甲汉族、啊甲其他的族混合起来，所以咱的头壳自然比别人较巧。咱只要注意看。报纸在写，若有迄个什么数学奖啦，什么迄个科学奖啊，哦，台湾人绝对占有一席之地。虽然咱毋是用英语，但是也够有法度通讲。哦，所以台湾人世界上翘。讲到二二八的原因吼，就是落后的中国民族要来统治先进的台湾民族，就是偷鸡啊！无守法的中国人要来占有守法的台湾人，吼、哦！啊，贪污的人要来创这个政治清廉的所在，所以二二八都安尼发生。这先说讲清党，什么叫清党？孙中山一个挖掉的时阵哦，又讲过一句话，讲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这句话有人听到无？有看到哦，有看到哦。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嘛？啊，那讲这句话，因为1917年苏俄革命成功，1919年苏联想讲，我这个共产主义这么好的主义，爱传去全世界，
所以成立一个叫做第三国际，1919年成立第三国际。第三国际成立的时候，就是去各国训练各国的人哦，来变作共产党。啊，当然中国嘛来爱来个训练。啊，孙中山就讲，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。嗯，所以想讲真好，专都和中国和孙中山一个黄埔军校。好、哦，黄埔军校，好、哦，个规矩我是唔知啦吼、哦。你若讲500基就500基吼，哦，啊冇冇迄个大炮，冇战车，啊、哦，真侪啦吼，啊冇薪水，哦，成立黄埔军校，黄埔军校成立，啊叫谢人做校长，叫蒋中正，啊蒋中正王国。苏联教官教的，和苏联提供的武器，落去战争，打到南京，为广东打到南京，敢有什么遇到什么战役？无嘛，啪啪啪啪就到了。啊，到到南京了，哎，这个东北的张作霖意志，就是讲啊，我嘛投降你啊，哦，免来怕。哦，这时候蒋介石哦，心花怒放，哦，野心增加，想讲伊要做皇帝啊，一款哦，所以把温林当作守林台，叫做清党，这就是中国内乱的主因呐、啊。所以现在你看你那，不管是共军，不管是国军，都是中国军嘛，对不？就是在证明这些事情。所以咱的头壳里面，过去存在着真多不应该在的思想哦。这回趁这个机会哦，这样这讲一下，那讲一下，让大家头壳较清楚淡薄。有问题无？那无问题，咱时间到了对吧？还佫两分，快紧，两分。西方的强的原因哦，因为。我去美国读书，啊，那感觉头一日真奇怪。老师讲有啥问题无？哦，一大堆，大家拢举手。哦，问题咱会结界多。啊，这个讲，那个讲，这个讲，这个讲，啊，拢在答复因的问题。唉，我讲叫美国学生起来拗塞。哎、欸，结果是家己拗塞啦。咱无问题，咱都拢习惯老师讲的拢对的。啊，因都咧疑问啦。老师讲的，我有问题，有问题，哦，这都是伊的原动力。这个原动力为多来，为1517年马丁路德宗教改革，伊迄阵教皇哦要去圣彼得大教堂发行赎罪券，讲你人你有罪哦，你有罪你爱。你这罪吼、哦，会使让你买，你摕100块来，就下面你的天国的100块的罪；你摕10万块来，就下面你10万块的罪，这叫做赎罪券。迄毋是台湾人用个迄个钞纸，然后搭一块金箔啊小小的，迄叫做金纸，迄毋知要骗啥人，迄个骗鬼啦。啊，人迄是18个。10万块了，你10万块来。啊，这个、马丁路德认为，这个教宗哦，教皇哦不对，所以哦，贴出95条罪状。啊，自此以后，每一个人拢自由发表意见，所以地球是圆的。以前人讲地球是圆的哦，啊，你要甲上帝放喺度，哇、哦，你问题大。现在可以地球圆的，所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什么什么都弄出来，
工业革命，所以西方进步是因为因思想开放，中国无进步是因为中国的思想都是固守在孔孟思想、四书五经，读到迄个四书五经面读好啊，以后大家知影。安尼好，谢谢。谢谢凯利。凯利，谢谢。大家请注意。